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我是唐丹。今天由我跟张强老师一起为您带来2018渭南华山杯西北五省区象棋比赛的两盘精彩对局。好。我们来给大家带的第一盘棋呢，是由陕西队的，陕西队，高飞、植宏对阵，甘肃队的梁军。西北五省呢，应该说这个棋友啊众多对，啊，象棋的氛围呢非常好。他们这一次呢进行的是第5届的西北五省区的这个联赛。我们选讲的这个第一盘棋呢，是由陕西的高飞先走对阵梁军。来，高飞呢是陕西的名将，也曾经获得了陕西省的冠军。梁军呢，曾经是这个甘肃队的这个专业棋手。好，马八进七。双方以攻炮对进卒局呢，展开这个对垒。双方这个开局呢，倒是按照以往的走法呢，也有人下过啊，马对，二进三。那是跳了一个正马，红方这个时候呢，当然也可以考虑出车，黑方车九平八啊，这么一种打法。那么黑方没有出车，他直接选马八进七。然后黑方也是就车九平八亮出来，红方就。他直接是走了一个先锋马，马七进六，这个走法呢，应该说也是比较奇特啊。这个棋原来中炮的阵型呢是有一个对。啊，但是过攻炮呢，这么走呢也是可以。一般来看呢，就是黑方呢这个时候呢有多种走法，似乎可以考虑先补一招象啊，然后直接，是不是把自己的阵型巩固一下？对，但是梁军呢，他走的比也比较积极，他选了一个炮二平一，平边炮，然后红方走向三进五，黑方车一平二，两车，然后红炮方八平七。平炮，接下来黑方就车二进六，他是想直接亮车来针对红方的这个先锋马，梁军呢，由于早期呢，也多次参加全国象甲联赛啊，对，也是甘肃队的主力。应该说经验呢也比较丰富，棋风呢也比较泼辣啊。这次比赛呢是得到了这个华山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大家比赛呢就在这个华山脚下。对，正好其您也中，是去那个参观了一下，对，我其中这个第五轮的比赛呢，就是放在了那个华山那个对弈亭的下面这一点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华山呀，曾经有一个非常优美的传说啊。就是当年这个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对，跟这赵匡个胤，陈抟老祖，对，这个，他呢，由于下象棋呢，赌输了华山，对，他就说把这个华山的这个税赋呢，全给减免了。所以说呢，这个华山跟象棋呢，是有着不解之缘。那么对，这一次的主办方呢，也就是陕西省啊为代表，由这个渭南市政府还有华山管委会呢，共同来举办。对，这个西北五省区的比赛呢，也非常有传统。他们是由每个省区呢各主办一次，今年呢正好是第5届。第五届，那么第一就是这个第一循环的这个轮次呢，也是顺利的完成了。应该说各个队呢参加呢也非常的踊跃啊，有的队伍呢也就是组成了两个队伍啊。对，陕西队这次是两个队伍，对，东道主呢可以组成两个队伍。是，各个省区呢，也对这个比赛呢也非常重视，也派出了最高水平的这个选手呢进行参与。对，一般也都是由省棋协来组队参与的。那这盘棋呢，应该说双方争夺很激烈。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甘肃队呢这个再次呢蝉联了这个冠军啊。那么梁军呢，也可以说为甘肃队的获胜呢，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对，红方14进5，这个高飞呢。本来实力也很不错，但可惜啊，在中后局这个对攻当中啊，这个错失良机。我们往下看啊，这个对，开始红方走的都很好，黑方车二平四，车二平四捉马，黑方走的也是比较凶，然后再平车捉炮，红方再车九进二。这个棋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梁军啊，为了去争胜啊，对。就走的比较凶啊，但毕竟你看他这个一捉再捉。还是有一些重复，对，是，等于让红方呢白走了一招棋。那么黑方呢，主要是为了防止红方这个炮六退一什么的，他他走呢一选个，择炮八进五来牵制红方这个中象。
对，暂时先不让你退，然后他想将来有这个外马攻击的这个手段。接下来红方走车一平四，红方这个棋啊阵型是比较稳正的，对，红方进可攻退可守。那么黑方呢，针对红方这个阵型呢，依然是采用了强硬的策略，走马七马，马七进八跳。对，红方呢这个时候走了一个炮六进三，应该说走的也很不错，这招棋啊，这看似本来是很平稳的一个开局，这走到中局现在变成了感觉各攻一意的感觉啊，这棋。我们这些这个省里的豪强啊，是他们这个下棋呢跟我们象甲跟这些个人赛这个打法不太一样，是因为这些选手呢相对来讲啊顾忌比较少一些，对，比较能放得开呢，跟对方呢放手进攻，是，当然他准确度呢可能会比这个一线的专业的选手呢会稍稍有这么一点差距，就是说他棋很精彩，对，对杀对攻，但他们呢往往放得比较开，对，红方炮六进三呢，黑方呢如果走飞象呢，他是不是以后有炮六平四，对，红方这个如果你飞象他炮六平四，把炮绕过来，炮退下打死车，黑方呢就会比较尴尬啊，对，那么梁军呢继续发挥他这个以往的这个风格，就是马踏边兵呢弃子抢攻，现在变成一个对攻战了，但是到底成不成立呢，还要拭目以待啊，对，我们看啊，红方就先得一个子，那黑方也得把车亮出来，炮七进二一打、吃掉，对，接下来黑方走马九进八，他走了一个车四进二啊，对，对他先车、对他先车四进二、他让你把马回去，对，因为这个打象嘛，红方马腾退二以后，黑方马他也只能马腾退二回来，然后他马有进八。对，因为这个地方，黑方呢，应该说呢，设计的这也挺好。如果你车子平三，他炮八进二，对，你再吃他对方马八退六了，黑方占优。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及时又把这个子呢吐回去，走车四进六。对，这个高飞呢走的也很好，黑方炮八进二打掉。然后接下来红方马七进九，把这个鞭炮换掉。鞭炮换掉。黑方四三进一，对，这个地方呢是到了一个最为关键的地方，对，红方呢这里呢处理的呢不是最好啊，是最好的招法，这个棋应该走车九平八，先亮车，红方呢就是暗藏呢杀手，对，黑方这个棋呢还是比较被动的啊，黑方要是炮八平九，红方可以再杀中，对，再这个车呢后杀中兵呢，它的好处就是黑方没有四四进五的机会了，对，就这个棋这杀中兵就基本把对方僵死了啊，是你四四进五，红方现在只能四四进五补这个士，对，红方一僵，黑方还得先你如果垫车，红方正好松炮一僵，他两个炮啊，对，再打士就赢了，对，所以说红方为了不被僵死就只好再还得松个象，那就吃掉，那一吃将还得把车垫回来，垫回来以后呢再把车换掉，红方呢多兵，他将来还可以劈一将车五六平一，或者直接吃也行，对，黑方这个攻势呢就没有了，红方就形成多兵多象的优势，对，红方把黑方一个车对掉以后，这个位置兵种这个物质力量都很多，而走到这个棋呢的时候呢，黑方也不好先补象，先补象他这个对补象他车四平五吃补象吃，你若回象还得回象，红方可以炮车平八再平，这个动作呢红方要快，因为你炮八平九，对方可以炮八进二，黑方呢这一步棋形成不了杀，他还需要错一步棋，你送马他打掉，你车将他垫炮，你抽车他可以进炮，对，这棋红方要多子，红方这个先抢先速度上先快一些，所以说对攻速度呢黑方也没有办法，这个对同样，你相一退三，他也炮七平八，反正道理相同，对、就是不太好补这个棋。就是红方这种双车双炮的杀伤力呢，也是很大的。对，所以说红方应该先车九平八，这个棋呢就可以，啊，确立优势。但可惜的是呢，红方这车子平五就是有点随手，这个非常可惜。对啊，这个不是看着是先手棋吗？这将你也得四四进五补一手，那我再车九平八，不是感觉是一样吗？对，这个时候梁军呢非常老练，对，他把这个车啊就退回去了。啊，这个就有一个区别出来了，正好可以车四退八回来防守。对，这儿呢，红方呢，应该说这个时候又到了非常关键的地方。对，
他应该走炮七平八，这个变化呢还比较多。是，黑方有车四进二或者进四。对，他得把车先长起来。你将军是一个，对，就这个变化呢，还确实呢，一时难判优劣。对，就是双方机会还是差不多。是，至少红方不差。比如说你进两步吧，他还可以退。他将来啊，这个摆中炮，你要车四平二，他将来还有车五平八，什么送车对车的手段。对，把车换掉。就是我们大致的给大家说一下，由于时间关系呢，不给大家细说了。他应该炮车平八，那他这个时候呢，他走了一个点车，这是一个假棋。对，准备我下步这个炮将。对，然后再甩炮什么的。这个棋黑方走了一个车八进六。这招棋啊，看得很准。如果你再炮进点将啊，那么黑方就车四平三把你砍掉了。啊，你如果再打掉，黑方车八平七一吃，正好啊，车马炮形成这个阻杀，是黑方呢，应该说基本上形成绝杀。对，黑方这车马炮速度快，因为你动势，对方马八退六一将，对，你出帅，对方马六进七一将，然后车七平六就劈死了。是个杀棋，所以说这个组合呢，黑方可以呢捷卒先登。对，等于这个炮，这个车八进八就等于是。走得落空了，那么红方呢？这个时候又想起来防守，他走了一个炮七一，这个就是忙中出错。是，实际上这个棋呢，应该走炮七退一，仍然能够抗衡。还是复杂局面。对，因为你吃兵，我打掉你啊，你暂时杀不住我呀，你也抽不到我车。对，炮八平九的话，我现在炮平九，你就把我马换掉了。对，换掉。你看炮七退一，顿着他。对。而炮七进一呢，是单纯的防守，给了黑方一个绝好的。时机，黑方可以，因为他下步棋啊要马八退九，对这个棋，等于红方没法防守了。对，你送兵，对方车呢就退回去就可以了。对啊，他不是退车，他是马八退七，退马也可以，退马因为这是杀，底线一将直接砍士啊。嗯，所以说这个棋走到这儿呢，红方就只能打马了，对方一将可以把车抽掉。嗯，而你车五平一呢，他正好可以马八退九。就是马八退七和马八退九，红方挡不住。那现在这么将的话也不行，他是不是有一个车四进八？对，可以卡进来了。下步棋黑方有马八退六的这个杀。对。你出帅，他马六进七，再绝八将。绝八将。所以说这个棋呢，黑方速度上反而黑方快了。本来是红方这个位置速度要好一些。所以这个棋走到这儿呢，这个杀棋队的这个高飞呢就主动认负了，因为他看到。这些招法呢都无法再取得啊抗衡的机会，索性退平认负。那么最终呢，甘肃队的梁军呢获得了这盘棋的胜利。好，稍后呢还有。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西北五省区象棋比赛的精彩对局。这盘对局呢是由薛文强棋协大师执红对阵张惠民象棋大师。这盘棋两位老将啊，对，薛文强和这个张惠民啊都是象棋大师，对对，都是运动健将。对，我刚才不好意思说错了，好像薛文强也是这个新疆的第一位象棋大师。是的，薛文强呢，这个为人呢也非常的慷慨幽默，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记得这个90年代下这个全国象棋大师赛的时候啊，这个老薛同志啊，从这个新疆啊，特意抱两个这个黄金瓜、哈密瓜哦，带到这个赛场来，分给我们这帮棋友的兄弟们，享受一下新疆的美味。是啊，这个我们应该说都是很熟悉的这个棋友啊，他们年龄呢，这两位选手的年龄呢，比我稍长，啊几岁。张惠民呢，也是陕西队的，象棋大师，高手。现在基本上就是陕西的这个，啊，比较老一代的这个选手了啊。今年应该是五十岁左右啊，五十岁出头。年轻的时候呢，也曾是，啊，效力于这个陕西省队，参加了这个多次的全国比赛，然后车九平八。双方以中炮对平马开局，马二进三，卒三进一。卒三进一。两位老将呢，这盘棋呢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激烈的对攻。薛云强呢是来自新疆克拉玛依的选手啊，他现在工作单位呢是在克拉玛依这个中国石油。中国石油应该说对象棋呢这个也是比较重视，就是克拉玛依呢还有据说呢还有专门的棋院。对啊，也是其中呢这个作为这个克拉玛依这个中国石油的这个职工啊，薛云强
还有连泽特，还有张欣啊，好几位这个象棋的高手呢，都在克拉玛依这个工作。他们有的时候呢，也代表中国石油队呢，去参加一些比赛。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兴致勃勃的呢，代表了新疆队来参与本次比赛。本次比赛呢，主要是有这个啊，陕、甘、宁、清、新啊，这个五省区的这个高手们呢汇聚一堂。应该说这个平台呢确实不错，对，给咱们西北的这个棋坛呢，带来了一股呢清新的这个活力，使大家呢有这么一个啊交流啊展现自我的这一个平台。对，原来我们的这个女子推大师金海英、张国凤也是参加过这个，去过新疆，参加过这个我们体育总局举办的这个西部型棋牌这个活动。然后张老师您也去参加过这个活动。对，我和蒋川啊，还有你今年呢，我们都曾经去了宁夏。宁夏，我也曾经去过这个延安陕西。是，总之呢，这个最近几年呢，中国棋院，也就是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呢，都会组织队伍呢，来到西部啊，进行这个中国棋牌西部行，也是进一步呢，在西部呢推广传播呢棋牌文化。对，红方啊，我们先回到实战吧。红方走炮八平七，然后三兵兵马五七炮开局。对，黑方走马三进二。马三进二。这个呢，三兵五七炮呢，是一个比较啊常见的开局。其中变化呢也非常多。那么薛云强呢就选择了马三进四，啊，比较新式的这种攻法。他们两个呢也都是啊专业级的大师级选手。对。所以说对这个布局呢，应该说也非常娴熟。主要是看这个中局怎么选择。这些黑方一般是选择是车进三，是吧？对，车进三。张焕民呢，应该说这个中局也很有实力哈。对，这个80年代、90年代，我都曾经跟他下过几次比赛。他的特点呢，就是中局啊，这个耐力比较好啊。那他这个时候走象棋进五，选择了一个比较冷的招法。他一般呢是走车进三多，红方在车九进一，但他直接补七象呢，他可能也是按照自己的啊这个想法呢来去选择。当然红方这个时候也可以走车九进一，不就变成了七象的变化吗？对，七象。红方车九进一也可以，黑方在有卒进一和车进三的变化。对，那么红方呢采取了马四进五直接登卒也是可以。黑方马七进五，这是一个交换。因为这个甘肃呢和新疆呢也都是这次参加比赛的这个强队啊，因为甘肃队参赛的队员呢基本上是前那个几年啊打这个象甲的这个底子的人马。对，甘肃这个梁军啊，对，甘肃梁军何刚啊，这个，还有他们几个人呢应该说也是这个曾经下过好几届的这个男子象甲联赛。对，当时这个甘肃队呢有这个象甲的资格。对，这个中国移动给他们冠名。有那么几年呢还是下得不错的啊，当然后来由于这个年龄呢偏大，最近后来呢这个逐步呢这个队伍老化，没有新人递增进来，所以最终呢也没有呢停留在这个象甲的圈子里面。但是他们这几个人呢打到这个西北五省区比赛里边呢确实发挥的还是比较出色的。红方接下来这个棋走车二进五，这个呢是传统的走走法。对，这个适合于什么呢？可能适合于象三进五和狮四进五的阵型。就是这个黑方是补这个右边的这个士象，是吧？但是这个阵型呢，红方这个车二进五就不如走车二进六更实在了。是，如果你车八平七，将来我车二平三，多了一个吃卒的选择。就是我要是类车的话，你就可以吃这个地方吃这个卒呢，对方老有马上退三呀，马上进一啊这些手段，所以说不如走车二进六为好。对，他车二进五呢，就是走的稍微的虚了一点啊。我们看看黑方怎么应。黑方就是走了一个车八平六了。对，如果你再车二平七，黑方，那你觉得黑方会怎么走啊？强行吃兵。黑方马上退三可以蹬一下，马上进一是不是也？马上进他有个车七平九。对，马上退三比较好。红方这个炮呢还得退。他是不是车六进三捉一下也是？直接捉。对，也是个可行的走法吧。对，你要是吃马，他吃到你炮。对。黑方呢？架子比较结实，红方这个走路马也很弱。这儿就是黑方呢比较
容易呢得到呢比较满意的局面，所以红方不肯，他是选择的他走了一个炮七平一，他想把这炮呢调过来，但是这个动作啊就是有点缓慢，他想下步棋有炮五平一的啊，将来这个以后下底炮，但是这个动作啊我们看他慢，第一个他是编码，首先呢就是处于一种防御的这种状态，对，然后这个士象呢也没补，所以这个棋呢黑方呢抓住这个时机呢就赶快反击，对，他走一个进去捉兵，对，红方这个中兵又不肯丢，黑方继续啊走一个卒一进一，对，如果你车二平七他又是马二退三，他随时有这个退马的机会，你如果要是拱车进五杀出来，啊红方这个棋呢总感觉呢这边子力没有动啊，这个显得动得有点慢，因为他杀过来以后就有马二进三这种手段对你压力比较大，你出车他有马三进四啊，这个登杀底士这些手段，那就是看来就像张耀宁说的，这个红方对自己的阵型可能还是没有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计划，就是红方呢是想把自己的阵型协调好，对，但是他动作呢有点慢，是这个步伐呢由于慢了以后呢自己的阵型呢有些虚浮，他来不及调整，那么黑方这个比较快，抓紧这个机会呢迅速反击呢非常得当，对，红方实战是炮他走了一个炮五退一打马，黑方呢又走得很紧凑，所以说这些张冠民啊像这些老的选手尽管呢是年岁不小了，今年是50出头了哈，也是多年没参加这个专业赛事了，对，但是呢宝刀未老啊，是他们就说这种终局的感觉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对，我们再往下看后面两个人下的也很精彩啊，然后红方这是兵七进一又只能吃掉，对，那黑方这个黑方卒一进一吃，红方是马九退七，黑方马二进三，黑方准备吃这个中兵啊，红方是补了士，对，吃了，因为红方后方不稳，黑方走，黑方他实际上是车一进四，一进四，对，其实这招棋呢走的稍缓了一点，是，黑方应该直接把中兵踢掉，这样你平炮打不可能嘛，我车六平三就先手嘛，红方只能飞向黑方再车一进四，就跟实战呢还原了，那他先车一进四是还是有点微妙的区别，红方呢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赶快平过来牵制他一下，得赶紧抓紧调整阵型，对，这样呢会加强呢一些防御，将来有马七进五的这个手段。这个棋呢，红方没有走出这个，他补象了，让黑方这个马蹬掉中兵了。这个棋啊，整体来看呢，黑方这个位置啊太好了，对，就是兵临城下，这个黑方啊有很多这个啊潜在的这个手段，所以说这个棋，对，我当时感觉呢，就看到这棋谱的时候呢，看到红方这个棋也是比较危险，是。红方这个车炮也被牵制住了，对，好，那我们再抓紧速度吧，这个往下摆，对，红方走车九，红方走了一个车九平六，平六，然后黑方就开始卒七进一，还是贯彻自己的计划，那只能炮五进一，黑方车九退一再捉，车九退一再捉，因为你退他将来多了一个车平五啊，就是说他的意图就是随时可以把你中炮呢赶走，对，他车二进一，那这儿黑方七路卒呢又拱过来了，比如红方这个中炮可能以后还是立不住，对，总是被人马五退七这样蹬，对，所以他就走了一个炮一进四，炮一进四，黑方是红方想呢利用一些闪击的机会呢来争取一些先手，黑方也很老练，对，黑方就是先将五平六出来，这招棋呢可以说攻守兼备，对，将来这个车呢还有利用，因为这地方有挂角啊，这个是一个杀棋的阵型，对，红方也没办法，他只好进行转换，他是一个交换，双方交换以后，他将李俊上将，上将，红方再把炮躲开。他走了一个车，对，炮推炮，他得把炮退回去。对，黑方继续下卒。对，他是冲卒，然后他车六进四。对，因为这个地方呢，他也不好走，推这个车，推这个车，黑方有马五退七哈。其实他车六进四的话，他也可以马五退七回来。但是他有更好的，或者说更凶的，看实战他这个一下车五平二，车五平二，就是这一段呢，应该说呢，尽管黑方老将也是飘上来了，对，但是呢，黑方呢这个四个大子啊都在，联合进攻，特别还借助了这个将力，
对。所以这个棋呢，应该说黑方呢已然是看到了一些胜利的曙光，啊。接下来黑方下地车。对，下地车。这一段呢，黑方走法呢是非常紧凑的。嗯，你来不及吃马，所以你还得把象补起来。然后黑方再车。车二退一。这个顿挫运的都非常好。对，他现在还来不及击落平五吃马。吃马他吃马，底下这个底炮是杀棋。对，一将一将来不及。借助这个将力了。嗯。黑方呢，在对攻战当中呢，速度呢要快一步。对他只能马七进六跳上来。对，红方只能马七进六跳。这个时候，黑方就利用这个将力啊，就挂了一将，红方只能出将出帅。嗯，黑方实战呢，最后一招棋呢，是走的一个炮二平四。对，炮二平四，这看着也是先手啊，这打。当时我看到这个棋谱的时候，觉得这盘棋呢，双方确实这个中局一段啊，下的还是非常精彩的。对，两位这个大师呢，这个不失当年的风采哈。是。但是呢，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说。就这个棋谱没有了，我就问这个组织者啊，来自咱们这个渭南棋协的这个张主席。张主席。我特意问他，我说这个棋谱是不是错了？我说这个棋黑方最厉害的是车二平一。对。你还是不敢吃，那么红方可能要退马去拦击。是。黑方再炮二平四，这个棋就完美了，红方就没有办法。红方早全被控死了。将来黑方车一平二或卒一平二，这些都是先手。对。红方这个棋就无一点办法都。红方也没有反击的手段。这个棋呢，就是说，黑方这个入局的招法更严谨一些。对，堪称呢完美。嗯。但是他炮二平四以后，这个棋还真不一定。可能时间紧张的情况下，红方看这棋要输了，就投子认负了。对。嗯。这个，薛云强呢也比较有风度，感觉这个棋下不动了，他就认负了。实际上，这个棋还非常的难讲。红方有一个车六平三。这个棋大致是一个军事啊，有一个巧妙。黑方呢只能高象飞，红方这个地方啊很重要，要先提一将。对，你下将不行，我车三进一啊，我是先手，你再进将，我还有下底炮，我还动得快，你只能上将，只能上来。上将红方车三进一，为什么红方车要先一将呢？嗯，因为这个地方黑方不能马四退二了，红方有一个马六进五反将，就把对方将死了。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你不先将的话，如果先吃象，黑方马四退二，这个棋就是黑胜了啊。对。那么先将以后呢，红方先将以后，黑方就不能马六、马四退二，他只能车六平四了。只能把这个马吃掉。然后红方呢，也可以强行呢把这个马呢吃掉。嗯。这个棋呢，是形成一个双车炮，对双车炮的对攻。对。车四进一将。红方进帅，你车二平四，卡位。他将两军。对，将两军为了占中。对。占中的好处呢，就是能保住这个象。对，再补一手。红方再指使，你车子平我没有了，他就只好对车了。那么这个棋啊，基本是一个军事啊。哦，就是能下成这样子一个局面。嗯。对，这个棋呢是一个人缺士，一个人缺象啊，都是双车炮对双车炮。是。而且现在正好呢是这么一对车，红方这个车呢。他也不是特别好逃了啊！如果对调的话呢，基本上会有顾忌。那又是一个残局的这么一个战斗。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就不再给大家细说了。总之，这个华山杯呢，这个西北五省区的比赛呢，这次呢是给我们这个西北的好手呢，有这么一个难得的这个交流啊、切磋技艺的平台。对，而且已经举办了第五届了。对，最终是甘肃队呢，取得了这个。蝉联冠军啊，就上届他也是冠军，这届也是冠军。对，在此呢，向甘肃队呢表示祝贺。嗯，后面呢，这个陕西队啊，还有新疆队呢，也有不错的这个表现。对，希望这比赛越办越好。对，也希望我们这个青海啊，这个兄弟们能加加油，对，名次再往上冲一下。嗯，好，这次比赛呢，也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希望将来呢越办越红火。好，感谢所有的棋友对本次节目的关注。这次节目呢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朋友们再见。